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小丸子许愿。只要能一口气游完25米的同学，就算你合格。不合格的同学，本周六下午2点在游泳池集合。虽然是暑假，但是我们要进行特训。明明是暑假啊，周六也要游泳训练呢。别开玩笑了，小丸子，你有重要的事吗？因为那天电视有百汇特别节目啊，我好想看的。哎呦，奶奶，你怎么不吃羊羹啊？我就先不吃了吧。怎么了？奶奶不是一直很喜欢吃羊羹的吗？哦，那是因为我在许愿呢。许愿？我已经决定在我的愿望实现之前就不再吃任何的甜食了。哎，那样就能实现愿望了吗？我已经用这种方法成功实现了好几次愿望呢。能知道奶奶的愿望是什么吗？抱歉了，在愿望实现之前是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哎，是这样啊。好吧，我决定了，我也开始许愿，从今天开始放弃吃点心。小丸子，想实现什么愿望啊，让你连点心都能放弃？就是啊，不行，我不能说，说出来愿望就不能实现了吧？不可能，没有零食的话，我相信你一天都撑不下去吧。不会，我已经决定了。百惠，但愿周六会下雨，这样游泳特训就可以终止，不用去了。第二天，许了愿呢，连点心都放弃了，真是好大的决心啊。不过你许的是什么愿望啊？对不起，小玉，在愿望实现之前是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小丸子，看起来你真的是很想实现这个愿望呢。他们也会在内心支持你的。要是知道了小丸子许愿的内容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惊呆吧。今天的点心是海绵蛋糕。对不起，丸子，是我在老人会聚会的时候收到的礼物。这样啊，我要开始吃啦。真好吃啊。小丸子，别勉强了，你就吃吧。不行，接下来3天我都要忍耐。丸子，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就吃点梅干，可以稍微分散一点注意力呢。谢谢你啊，奶奶。你好酸呐。就是啊。看起来没有零食，我的确是没办法撑到晚饭的时间。丸子啊，我就猜到你会这样，所以我就特意给你拿来了这个。给你，吃了这个就好了。哎，是团子啊。不行的，我现在还在许愿呢。这可不是团子啊，而是一种叫黑优的食物。我知道了。
真好吃，这是什么食物这么好吃啊？这种食物的名字叫团子。团子，团子，团子，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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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这个传说中来的，对吧？哎，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团子，所以还是不行。这个你都知道啊。第二天，好有用，给奶奶也吃。谢谢丸子。哎呦，这么说，奶奶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哎，奶奶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吗？算是吧，朋友的病治好了，又可以再见面了呢。哎，原来奶奶是为了朋友而许愿的，奶奶你可真伟大。打扰了各位。谁呀？还是让我去看看吧。拜托了。这是高丸太太送来的。哎呀，这是什么？点心吗？小丸子看了会眼馋的吧？那我就放进冰箱了，大家过会儿再吃吧。哎，不用了，不用顾及我。吃吧，我一旦下了决心，也是会坚持到底的。这样啊，那么，布丁，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有了，我的那份就先放着，等到后天再吃了。可是高王太太说，保质期到今天为止。小丸子，要放弃许愿吗？不可以啊，在漫长的人生中，还是有即使放弃布丁也要坚持到底的时候。有这么夸张吗？真的没关系吗？那我们就吃掉了。那就随便你们了。啊，小丸子。丸子。为什么连这种地方都是？真是烦死了！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丸子，丸子，没事吧？爷爷，没关系的。这可是我自己下定决心要挑战的呀！丸子。第二天，再见。一会儿见，拜拜，拜拜。为了愿望，忍过今天就好了。都已经忍耐了这么多天了，但愿明天下雨，游泳特训就会终止，我就能在家看百汇的节目了。真是抱歉了。小鱼还没回来，好像是钢琴练习时间延长了。这些是新鲜出炉的，别客气，吃吧。好的。再稍微等一会儿啊。不，忍耐，忍耐。小鱼，拜托你，就快点回来吧。好吃的样子，真是的，如果吃一口的话，黄牛的香味就会在口中扩散，那种感觉我可是连布丁都放弃了，努力坚持到现在的，为了白慧，白慧，我回来啦。妈妈，你给小丸子去吃饼了吗？不可以吗？小丸子不能吃。已经吃了吗？真是好险呐。终于到了星期六。好了，就差一点点了，我都那样忍耐了，拜托了，下雨吧，下雨吧，给我下雨吧，下雨吧，求求你了，下雨吧。下雨了。
小丸子，学校打电话说啊，今天的游泳特训暂停了。太好了，万岁！终于实现愿望了，太好了，万岁万岁！傻孩子，这就是你的愿望啊。因为从现在开始有百惠的特别节目了呀。哎，你这孩子真是的。等你好久了，百惠。能实现你的愿望真是太好了。哎，怎么了？百惠怎么没了？看上去应该是停电了吧。虽然愿望实现了，但小丸子却切身体会到了许愿所产生的强大威力。法国来的朋友，兴趣，他还说这次来是想学习日本文化的呢。哇，好想和他见面啊！波拉也说想跟你见一面呢。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什么？就是你可以把波拉带去你家里住吗？诶，我家吗？他说想到普通的日本人家里，向日本家庭好好的学习传统文化。日本传统文化在我家？那就拜托你了。baby， 什么？外国的朋友到我们家来？是要到我们家来玩几天？是这样哦。这该怎么办才好呢？要准备些什么点心呢？对了，你一定要把房间收拾干净哦，不然对方会觉得日本小孩的房间全部都像你的房间那样脏乱。我知道了。看样子我得去理个发了吧？没有那个必要吧。到了星期日，来了，小丸子，波拉，好久不见了。Je suis content de te voir encore。你在说什么呀？秀大叔，花轮同学呢？少爷不会来了，他去参加半年前就已经预约好的印度哲学思想的修炼课程了。哎，那谁翻译呢？这个少爷也说了，就请你自己加油吧。啊，那么傍晚我会过来接的，就请您多多关照了。等一下，秀大叔。小丸子，请多关照。我才是要请你多关照。原来波拉你学过日文的呀，这样我就放心多了。嗯，果然还是没有这回事啊。欢迎光临。 Bonjour, je m'appelle Bola。 是啊是啊。妈妈，你听得懂波拉的话吗？哎，小丸子，他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明白啊。说的也是，你应付得来吧？真是的，华伦同学真是一点也不负责任，只让波拉一个人来。 Qu'est-ce que vous dites？ 对了，那个请吃点心吧。我说妈妈，这个可是高级货呀，你真是舍得呀。算是吧。哎，我就不客气啦。好好吃啊。茶也好好喝。这是和平时不一样的高级茶哦。波拉。是不是不合口味啊？妈妈，是不是蛋糕和红茶会更好呢？是啊，本来想着用有日本特色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吧。真是的，妈妈想的也太不周全了。抱歉了，波拉，你不用勉强自己吃下去的。Pardon, je suis désolée de ma manque de politesse。没事没事，不用放在心上。啊，刚刚好
像明白了。嗯，波拉。啊，爷爷啊。How do you do? I am Grandpa. Yeah! 爷爷，波拉是法国人，所以不会说英语。啊、特地加夜班，苦苦记住的英语完全没作用，又脏，元气大伤之排句。哎。啊，爸爸。这位是从法国远道而来的波拉。啊，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哎，是的，是的，你好就是 bonjour。啊，你好，你好 ，bonjour。好厉害！爸爸只靠一句你好就可以和波拉沟通了。你好，你好。你好。小丸子发现广智敷衍应付的本事已经超越了国界。Qu'est-ce que c'est？ 哦。哦。这个吧，叫不求人，不求人。啊！波拉，你也想试试吗？啊！没错，没错，好厉害！爷爷他居然用不求人抓住了波拉的心，还可以用来挠这个地方。嗯，真好，我也好想那样和波拉玩。小丸子，花轮同学打电话找你。相处的怎么样了？喂喂，花轮同学，你居然让不懂日语的波拉一个人来，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吧。 Sorry， 不过那可是波拉他自己要求的。咦，我原本是打算把预约好的讲座给取消掉的，但是波拉他却对我说，如果没有翻译的话，他就可以更好的跟你交流了。波拉还说他想要跟你成为更好的朋友呢。波拉，小丸子，波拉，来我的房间玩吧。嗯，哦，那个，到我的房间玩。喂，他懂了。你看，是鹤。哦，鹤是鹤哦。要怎么说他才能明白呢？是的，那么我折别的好了。你看，这个是侠客先生哦。侠客先生，小丸子又一次为折出自己无法说明的东西而感到后悔。那是谁？那个是秀树。秀树？你说秀树怎么了？姐姐，波拉看起来对秀树很感兴趣哦。哎，真的吗？波拉，你的眼光不错嘛，那就再给你看看其他的吧。你看，是不是很帅气啊？啊！秀树他可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歌手哦。嗯，歌手，歌手，歌手。露拉，为何你离别我？为了法国来的客人，姐姐也奉献特别服务，亲自演唱了。波拉看起来好高兴啊！好的，我也要加油。波拉，来吃点糖果吧。好吃，好吃吗？真的吗？喂喂，太好了！太好了，妈妈现在不在。我正在给你找点心呢，妈妈她偶尔会把一些高级的点心藏起来，不让我看到。小丸子，那个不是啦，那是梅干，那是梅干，这个不是点心呢，这个一点也不好吃。那个吃了这个以后，会变成这样的脸。
是笨呢，你居然会去请他吃梅干。我又不是故意的，说不定波拉会对日本人的印象大打折扣的哟。哎，好了，坐好了。这个是英家特制的天妇罗哦。妈妈真的很用心呐。因为点心失败了，所以必须要挽回啊。那波拉，别客气，多吃一点哦。我不客气啦。来，这是虾。波拉，尝尝看这个。C'est délicieux！ 太好了！你和波拉相处的还好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竟让他看到我家人奇怪的一面了。也许波拉很吃惊吧。波拉，波拉说，看到大家这么努力的想让他高兴，他觉得很开心，很感动哦。小丸子，谢谢你，我最最喜欢日本啦。波拉，ce n'est pas tout。还有一样，波拉也很喜欢哦。什么？就是梅干。咦？就这样，在英家学习到了温暖的日本文化，波拉返回法国了。好啦，多角太郎，是食物哦，是刚刚采摘的毛豆哦，很好吃的。因为你和我一样是小个子，所以要多吃一点，快快长大。咦，独角仙是不吃毛豆的。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想吃毛豆了，和小丸子和敲太郎的夏天，敬请期待哟。